我是一个面向工作室，是荣誉骑士吗？你好，好像有谁在呼唤你，过去看看。 见到你了，荣誉骑士，我是诺埃尔，西风骑士团的女仆。抱歉，我现在还不是一名正式的西风骑士。为了能早点配上这身甲胄，我正以女仆的身份在骑士团里进行骑士修行。是的，虽然还没能通过骑士选拔，但我一直在向各位前辈请教，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西风骑士。 向安博学习怎么制作兔兔伯爵，去完成凯亚安排的各种小任务。啊，我还向火花骑士请教过经验，虽然后来我们都被琴团长关了禁闭。其实，我也一直希望能获得荣誉骑士的指导，但总是担心会不会太过冒昧，不敢擅自打扰。偶尔在蒙德的大街上看见你，也因为各种工作脱不开身。 今天骑士团的清理告一段落，我就想要不要出来修行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。如果不会麻烦到你的话，可以请你指导我的修行吗？我想听听前辈你的意见。作为女仆的工作，成为骑士的练习，我应该都没有落下，但修行的进度还是有点缓慢。嗯。 都是很普通的力量和耐力训练，俯卧撑100次，仰卧起坐100次，下蹲100次，还有环蒙德城长跑2圈的每日晨练。虽然每天都很忙碌，但总觉得还欠缺些什么。休息，可是还有不少工作等着我去完成，而且我的能力还不足，就算有空闲时间。 也应该接受更多锻炼才行。为了早日成为真正的骑士，必须付出比平常人更多的努力。可是，这么宝贵的时间，如果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会感觉很罪恶的。嗯，我确实没考虑过这一点。休息，也是为了休息。啊，这就是丽莎小姐总是在图书馆里喝下午茶的原因吗？ 我明白了，好像的确，好的。诺埃尔，贝亚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坤，他又不理我。 别着急，请慢慢说吧，我会好好听的。我看坤心情不太好，就想约他出来聊聊天、散散心，顺便也当做是我们的约会吧。啊，约会，原来是这方面的困难吗？是啊，我今天都去找过他好几回了，可不管我怎么搭话。 他就只顾着看摊子，一句话都不听。诺埃尔这么可爱，蒙德城的大家都在夸你，你一定很受欢迎吧？能不能帮帮我？啊，当然，帮主居民是女仆的职责。只是我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，就连诺埃尔也帮不了我了吗？请不要担心。 我们还有荣誉骑士，荣誉骑士，你能帮帮贝亚小姐吗？谢谢。是，刚才贝亚小姐说，昆恩先生总是很忙的样子，怎么也听不进贝亚小姐说话。但是，我记得贝亚小姐好像经常会去找昆恩先生闲聊。啊，有这个可能。 也就是说，只要让昆恩先生意识到这次不一样就可以了吗？比如，准备一点礼物。如果带着礼物过去，
就算是昆恩先生也会注意到不同吧。但是又该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每个人的喜好都有不同，送出合适的礼物才能打动别人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会喜欢玫瑰。如果是荣誉骑士的话，会不会喜欢手工制品呢？啊，我只是想换位思考一下。昆恩先生会喜欢什么礼物呢？啊，我记得昆恩先生是蒙德城的九号四天王之一，如果有和酒有关的东西，应该会很合适吧。但具体又该送什么呢？只是闷头想的话，似乎不太好决定。还是先去马乔丽小姐的店里看看吧。欢迎光临荣光之风。呀，这不是诺艾尔和荣誉骑士吗？哎，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了一起？平时很少见到诺艾尔和谁一起逛街呢？毕竟诺艾尔工作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就把活都干完了嘛，但忙完这个就要忙那个，感觉都没什么休息时间。哎，我说诺艾尔也不算什么小孩子了吧，不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，将来可是会后悔的哦。我今天就是在休息了，只是中间稍微出了一点波折。今天是休息，跟荣誉骑士一起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可真得庆祝庆祝。你今天就是来给荣誉骑士挑礼物的吧？喜欢什么只管挑，我们店里的东西包你满意。哦，没事的，谁送谁都一样，有来才有往嘛。不要捉弄我了，我和荣誉骑士还不是那种关系。哎，还不是啊。嗨，一半一半吧，毕竟诺艾尔这孩子是需要有人在背后推一把的类型，但看上去现在对这些事情还一窍不通嘛。我只是觉得还不能因为这些事打扰骑士修行而已。真是的，明明还有正事要做。好了好了，不开你们的玩笑了，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呢？哦，原来是要替贝雅选礼物送给昆恩吗？这样的话，我这儿倒是有两个新玩意儿，一个特制冰瓶，一个松鼠木雕。特制冰瓶是不错的酒具，可以让酒长时间保持冰爽的口感。松鼠木雕，是个不错的摆设，放在昆恩的摊位上也挺好看的。酒具和摆设，要选哪一个呢？啊，酒具吗？送给九号四天王之一的昆恩先生正合适呢。你还记得我那时说的话呀？真好。决定是特制冰瓶了。行，我这就打包好。啊，让我把这个特制冰瓶送给昆恩吗？看起来的确是他会感兴趣的东西啊。等等，我是不是可以卖个关子，说想要礼物得先来和我约会？多谢你们了，有了这件礼物，他可就拒绝不了我的约会提案了。哎，礼物还能这么用的吗？不过能帮上忙就好。啊，不好。怎么了贝亚小姐？这件礼物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礼物的问题，我光想着要和昆恩约会，都没想过约会该去哪里啊。毕竟我之前都没有成功过嘛。诺艾尔，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？不过嘛，这事得好好规划一番，我不着急。就交给我吧，贝亚小姐。我们先到处转转吧，遇到合适的地点就留个影，带给贝亚小姐挑选。对了，我记得誓言甲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，或许是个不错的场所。
这儿还能看见音响海滩，视野也很辽阔呢。我们找个合适的角度。下一个目的地，同样作为地势高、风景秀美的地方，摘星崖则是以夜景出名。这一次，就把山顶的风景拍下来吧。是在给贝雅小姐物资场地，没事啦，这里的风景也很不错吧，有小河，有树荫，我们快点留影吧。哦，你们回来了吗？都找了哪些地方？什么啊，这不是已经有人在了吗？我可不想在和昆恩约会的时候还要看别人亲热，还是再看看别的吧。要不要考虑一下风起地？愿你们的恋情像蒲公英一样自由。风起地，确实也是个好地方了，不过会不会有点俗套？哎，俗套，老一辈总是念叨着那里是什么什么象征，我们小时候就去过好多次了，现在再去的话总觉得没什么新鲜感呢。好吧，我的话还是选誓言甲吧。多谢你们了，我这就去找昆恩。昆恩会跟我许下什么样的誓言呢？风起地原来已经过时了吗？路上明明说那里是蒙德最受欢迎的地方，我也不清楚，是在打扫图书馆的角落时发现的，上面还写了风起地和温妮莎大人的故事，我还以为蒙德城的居民都会喜欢去那里的。哎，你真的也想去风起地吗？
好的，请跟我来。唉，这里的空气真的能让人一瞬间放松下来，把训练和工作都忘掉，只是悠闲地吹着风，什么事都不用挂心。是这样没错，但对我来说，训练和工作是真正值得我付出努力的事情。什么事都不用挂心的话，我就不再是那位可靠的女仆了。温妮莎大人、秦团长，他们身上肩负的责任更重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真正的西风骑士，帮助更多的人。是吗？谢谢你。今天要是没有你在，我一个人肯定帮不到贝雅小姐的忙。虽然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谢礼，但还是希望你能收下。玫瑰是我最喜欢的花卉，这是我亲手折的纸玫瑰。当然，玫瑰在蒙德代表着守口如瓶。在我和你共同经历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从你的身上见到、学到了很多。它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好的、可以在未来反复品味的回忆。我想让它一直留在我的心中，成为只属于我们二人间的秘密。等等，难道说玫瑰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含义吗？我回头再去图书馆查一查好了。不过不管玫瑰的寓意如何，我都希望这朵玫瑰也可以陪在你身边，和你一起冒险。在我成长到可以和荣誉骑士并肩作战之前。Yeah!